10月19日，第五届北京国际马球公开赛决赛在京举行。作为开球嘉宾，身高1米9的胡兵一出场便立刻成为全场焦点。帅气的马靴、紧身皮衣搭配某品牌尊贵大气的腕表，绅士又帅气。随后的开球环节，拥有精湛骑马技术的胡兵在场上策马奔驰，相当帅气。用粉丝的话说，那简直帅得一塌糊涂。中国首席男模胡兵的形象气质自然没得说，近日与众多明星一同出席活动，更是力压众男星，被封为长腿叔叔。对于自己的身材，胡兵暗示娱乐圈无人可比。那如果明星，我跟明星比，其他明星比身材有点欺负他们，因为我之前是模特嘛，所以说我应该不会跟其他明星比身材，因为如果比身材的话，纯粹就欺负他们。如果非要比较的话，那也只有费翔可以与之相提并论。对，我觉得费翔可以跟我比吧，我觉得他腿也很长。对，要说这位长腿叔叔的称号还是实至名归。这不，身高1米68，并穿10厘米高跟鞋的 Angelababy 站在胡兵身边，立刻就被秒杀掉。长腿叔叔，那我个子高，可能对，个子高吧。对，他的腿都到我腰了。有这样一位帅气的长腿叔叔站在旁边， Angelababy 压力可不小啊。 Baby 就表示，读书时很多女生都喜欢高大帅气的男生，不知长腿叔叔是否是 Baby 喜欢的类型呢？我不知道胡兵老师是不是喜欢的类型。那必须啊。我说小明，你听到了吗？ Angelababy 其实是喜欢腿长的男生啊。